泰姬陵在哪个城市？泰姬陵是印度阿格拉的。泰姬陵是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古迹之一，世界文化遗产，被评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，位于今印度距新德里200多公里外的北方邦德阿格拉城内，亚穆纳河右侧，由殿堂、钟楼、尖塔、水池等构成，全部用纯白色大理石建筑，用玻璃、玛瑙镶嵌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。泰姬陵是印度穆斯林艺术最完美的瑰宝，是世界遗产中的经典杰作之一，被誉为完美建筑。